县政府举办110年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，大同与南澳两个原乡全面动起来，要在本届运动会中让国人看见宜兰原乡的文化与教育的亮点。国中带来力与美的传统乐舞表演，震撼县府的广场大厅。县长林姿妙与副县长林建荣，以及南澳及大同原乡的县议员等代表人，都齐聚在这场授旗的活动中，要祝福选手勇夺好成绩。县内的信辉医药集团特别赞助宜兰县代表队队职员能量食品，补给选手备赛期间的营养所需，强化体力，提振精神。林姿妙县长颁发感谢状给信辉医药集团，让运动与企业社会责任结合，帮助更多原乡青年投入体育运动。信辉赞赞县体育会蔡刚治理事长代表选手接旗，由县长林姿妙授旗，祝福宜兰县的选手旗开得胜，勇夺冠军。全国的原住民运动会在我们的宜兰来举办，我们感到非常的光荣啊！那宜兰人呢，以办喜事的这种方式来面对了我们这次的全国原住民运动会，我们的全县政府的21个局处全部动起来，还有呢，我们乡镇公所也全部动起来，议会所有的议员全力的支持，让这次的全国原住民运动会能够呢把它办得最好。而且呢，非常感谢我们的理事长们呢，还有校长们呢的用心努力，把我们这些选手呢训练得非常非常的棒。我们希望呢能够超越自我，然后呢也希望呢金牌都能够留在我们的宜兰县，让宜兰县呢能够发光发热。今年宜兰县代表队拥有主场优势，成绩渴望比上一届还要亮眼。这次的竞技呢，就两个原住民乡大同跟南澳乡是绝对可以拿到金牌，因为我们已经训练了很久了哈。我们对自己的场地还有对自己的环境非常熟悉，我相信其他县市的队伍呢，应该是很难来打倒我们，我们一定会拿到冠军的。很有信心，对不对？有信心。好，我们这次宜兰县都准备好了，我相信。金牌，所有金牌都留在宜兰，因为我们现在这次我们全国原住民运动大会的舞蹈比赛，刚刚我们也看到了，我们大同国中去年虽然是那个银牌，但今年我们一定会拿到金牌。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金牌在宜兰，赞！今天宜兰县代表队有696位队职员，选手有541人，要挑战17项传统竞技等竞赛项目。
根据宜兰县政府教育处分析，宜兰县夺金的大热门有田径、传统路跑，还有柔道以及传统乐舞等项目，成绩势必突破往年，希望县民一起为选手加油，把冠军留在宜兰，胜券在握。